情好玩吗？还用说，冒险啊，我是最爱耶。哎，你的设计师？我是天才啊，还用说，剪刀手爱德华。剪刀手爱德华。Hello， 两位，好久不见啊。哎，副店长，哎，专业的呢。没有啦，还有很多要学的。小 B， 你在黑喽。阿昌，我跟你说，嗯，等一下他有约婷婷哦。真的吗？等一下他来，我请他喝咖啡。你应该请我喝咖啡吧？你们是在一起的、啊？你猜看呢、啊？真想当年啊，在我们大学。我是一个好动的冒险家，毕业之后，我一定要参加铁人三项。我毕业了。我叫小 B， 我有两个好朋友。一个是十分有理想的阿志，一个是家里很有钱的阿灿。而爱运动的我，曾经有一个非常体贴的女朋友。喝水。好。好动的我，就在毕业前夕，把我女朋友搞丢了。哎，我要去逛街。哦，好啊。跟朋友去喝茶。好啊。蝴蝶，蝴蝶，在这里，我抓到你了。嘿，你不是要去？嘿，同班同学，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我们走吧。See you. 就这样，哦，毕业了，我的心好乱。还没毕业就失恋，别想约我喝酒，我很忙。虽然那天去办研毕的时候，学姐说我很帅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长得帅又不是我的错，虽然帅不能当饭吃了。话说我投了几百张履历，到底有没有用？我可是个人才啊！我的……你在干嘛？走走走，这里不适合你啦！给你钱啦，不要妨碍我做事啦！好好好，给你钱，很乖。我叫阿灿，毕业后在爸爸朋友介绍的科技公司担任作业员。没事，好，那过来。但长期加班导致我有职业病，连做梦都在加工。老板阿灿啊，对啊，哎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哎，老板，我想跟你讲，讲一个超劲爆的。我刚睡醒啊，我手不能动嘞。对啊，我知道这是我爸朋友推荐给我的，但是我真没办法再熬夜加班了。对啊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是啊，你手没好啊？咖啡是苦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表情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懂我？哎，没有我的人生苦吧？又35K耶，多亏我爸朋友的福，我这只手差点废了耶。哎，柜台旁边那个妹很正哎。哎，真的哎，不要说不听你啊，小 B， 认识一下。哦，不行啦，我现在不能谈恋爱啦。走过来，走过来。哎，最近为了找工作啊，我搞不好也没有机会报名在铁人三项了。你好，小刚，请你们吃。可以给你留个电话吗？认识一下。你也变太快了吧。好啊。你怎
你知道我们 YS 也有铁人三项啊？什么三项啊 ？YS， 那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啊？你们也太直接了吧？对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我喜欢有梦想的朋友，欢迎来找我玩。小弟，我恋爱了。哎，他还真的留了耶。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吧？对啊，地址没错。小兵，你在那边干嘛？干嘛？你嫌我造型做得不够好？你再不过来，我要自己去追婷婷喽。我来啦。欸、好啦，看一下。戴个眼镜。好，转过来我看一下。嗯。哎、欸，这样真的 OK 吗？没问题啦，相信我是造型师嘛。还是算了。哎、欸、okay, ，OK 啦。欢迎来到 YS。YS。